刚刚我们看到那一位长头发的健身教练，把他帮这个主要是靠他制服嘛。嗯。那他说其实两个人是同时在那个站上车的。嗯。好、哦。那他有看两个人互看了一眼，嗯，但是他不疑有他，说哦这个会攻击人这样。那上去以后才发现，哦，他拿刀子要杀人。我先请教，就是说这样的人的神情，或这样的人的走路的姿态等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异常吗？嗯，刚刚那个影片当中啊，他走路的那个姿态，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人，他眼神直的，然后充满了一些怒气，然后非常非常往前走，然后那个走的样子就是要去。他的那个走路的样子，我觉得大家要观察一下，是那种充满了怨恨，然后要去把一些愤怒施暴在别人身上的那种样貌啊。所以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吗？我其实会觉得他们的眼神要特别注意他们的眼神。可是他戴口罩嘞，还有戴眼镜，看起来还蛮斯文的嘞。但是他有一个那个愤怒的一个行走的姿态所以那个愤怒的行走姿态，我会感觉到是有一些危险性的。那另外一个啦，他们一定会有武器嘛，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觉得他带的包包或是他那种身形好像感觉上你会感觉他好像包包特别大啊，或是里面会拿出一些武器的感觉，因为他们其实会把武器藏在一个像有些人会带一个像书包一样的包包放在里面。但我不是说所有带书包的，因为很多男生都带书包的包包那有他们就是一个他有蛮多掩饰他一开始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我觉得要特别注意。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马律哦，因为说啊，他读高雄某医专，本身就有精神恍惚问题，今年三月还在医学中心实习，但是呢，疑似因为压力过大，突然暂停实习啊，然后他带了五种镇定剂来，然后去厕所吃了八颗。那如果说这个案子他就算是有精神疾病，未来的这个量刑就会有比较轻吗？当然我们刑法上面规定，这种精神疾病造成你可能精神丧失或精神薄弱的状况，法律是有规定可以减刑的。但是法官在衡量这种案件的时候，基本上会先看你有没有就医的历程。先有历程以后才有推断出下一步。那看样子他好像有，他甚至因为精神疾病就医过，所以感觉是有历程。那现在下一步法官就要判断了，你有这样子历程，并不代表当下有发作，当下有没有发作？那当下有没有发作，就可能涉及到两个专业问题，一个是我可能要问精神科医师给他做鉴定，说当下是不是有发作。第二个问题是，法官很可能根据他的行为举止预定，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有意识的、有逻辑性的。有一般正常能力思考方式在作为来判断，所以从他一开始去买刀，然后还准备镇定剂，要压抑自己的可能恐惧感或者是那些能力，看起来算是有谋划，甚至犯案完以后到这个警察局做笔录，还会要求夜间侦讯啊，不得夜间不得侦讯，甚至律师到了才能够做侦讯，甚至到了。他才二十岁，他都懂这些。对，好，甚至到了法医，到了看守所以后，好吃好睡，好行为与正常人无异。从这样子的历程，好吃好睡，讲实话，那个是新闻上写的。对，我知道。如果假设是这样，法官会去评断，法官甚至会去调那个。你讲那种媒体当下我不是帮我知道这个凶险讲话，我是说媒体有时候为了制造那种落差，对，好，故意把它形容得很坏。但是我是说，法官会去调他在看守所的生活起居记录，去评断从整个犯案过程到犯案后，他的行为跟一般正常的杀人犯有什么异常？如果没有异常，他甚至可以驳掉说你有记录，并不代表你这个时候发作。我甚至把你认为说你这个从头到尾都你现在的犯罪行为的精神状况跟你前面的那个就医记录是没有关联性的，就直接判下去了。这是一个你认定说你连适用这个条文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有关联性，那
但是我认为你的行为还没有达到完全丧失的状况，有可能稍微减轻一点点，说啊，你这个哦的确是有受到影响，但是没有完全那么严重。那马律呢？买那每一个人被作案之前，弄个假装成自己的精神疾病，然后去看精神科医师啊。没错，这是我那就有就医记录了、啊。我们的逻辑是先有就医记录，我再看你当下发作。你不可以连就医记录都没有，就跟我说我今天台狼啊，不好意思，我因为临时卡到音啊，因为踩到音卡到音去杀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法官在判断的过程都是要有依据，从你的过去案发以后所有的行为历程，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跟一般正常人在杀人的时候的行为举止是不是一样。那他因为警察把他制服的时候嘛，他一直有讲说他不想死，就一直大喊啊，好，然后到警察局的时候也有，那这算不算是他一种情绪就是异常的一种反应呢、啊？有可能他不、你说不想死到底是一般人都不想死嘛？对，所以我认为你是讲你不想死，你这还是杀人。对、你这个不想死跟一般的杀人犯是一样的、啊。你如果说今天我不想死，我想吃屎，那我还觉得你有神经病，对不对？啊，我今天想吃屎，拿一包屎吃在嘴巴里面，我还会评估一下说，哇，你为了这个事情做出那么异常的动作，我还真的怀疑说你是不是真的有。请教一下翠芬，好，这是模仿吗？我会觉得当然有可能有一些模仿，因为他那时候不断的喊我不要死那样子、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有看过郑捷的，他才会一直喊他不要死那样子、因为郑捷是要死的嘛、所以他，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些是相似的。郑捷已经被变变了嘛、对，他已经被枪决、他被枪决了，所以我其实会觉得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无差别大规模杀人的这种心理的历程。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他们很相似。不管是在美国的研究，或是在日本的研究，或是挪威也曾经发生过。那像刚刚说的是澳洲发生过，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共同相似的心理状况。这个红贤跟郑捷有完全一样，或者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我觉得他们的心理相似性。他们大家都一直觉得他们是精神疾病，其实郑捷不是。郑捷是经过最多研究的，他是反社会加上自恋型人格，所以他不是精神疾病。我这边要特别强调，他不是精神疾病。他是反社会跟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所以我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说，的确有些啦，他可能有就诊过，但是我个人。评估他很有可能是自恋型人格。红贤，红贤是自恋型人格。什么叫自恋型人格？我其实会觉得他有几个哈，一直要感觉自己的重要性，然后自大感，然后觉得自己是特殊的，然后不能受苦的，要拥有特权的，然后他对别人缺乏同理心，他很自大。那他这样的一个自恋型人格特质，他的工作是护理师。现在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还蛮多个这样哈。但因为他的工作是护理师，他去实习，那我也实习过啊。实习就是你要最谦卑，你要最学习能力，要最柔软。那以他这样的自恋型人格，他做的是一个非常利他的工作，以照顾别人、服务别人为主的。他是护专呢？对，护专是护理人，是要救人的。对，然后他的人格当中，自恋型人格他会对别人予取予求，可是他现在去做的工作是需要极度的服从性，譬如说你要开什么药，你要怎么服务，医生怎么交代他就怎么做，对，你要完全服从。然后另外一个，他没有同理心，而他的工作是非常需要同理心的，要去照顾别人。然后他停止实习，我会感觉，他的工作本身啦，可能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以他自恋型人格，因为他是一个过度膨胀的一个人格，可是他到了现实社会，却要这样的谦卑跟这样的服务、这样的利他，这两个是极度的冲突的。所以他可能每一天都还蛮痛苦的。另外一个，他们可能要他自恋型人格也非常需要被赞美，被夸赞，然后看到可是他做的可能大家没办法赞美他，可能他的做的事情常常太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听从别人，而且护理师是非常精确的，你不能出错，你出错的话可能会要人家的命。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可能长期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那这样的性格是怎么养成的？是出自家庭吗？教育吗？当然喽，
但是他的自恋型人格，我觉得跟郑捷的自恋型人格是不太一样的，自恋型人格反映出来的也不太一样。因为这样的当然是一个家庭教育，不断的让他予取予求，所以他最后他跟妈妈相拥而泣，然后说大哭呢，他跟妈妈抱着大哭。对对对，他的家人，他不杀人吗？他还哭什么呢？他的家人，我觉得对他是很包容的，无条件包容他的。他的我是说红贤哦，红贤的家人对他是无条件的包容。然后我觉得是对他予取予求，然后洪贤对家庭是予取予求，对，他的自恋型人格比较展现在这个部分当中，可是郑捷比较不是，郑捷的那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啊，他的家人对他是要求很高的，就是对他期望很高的，所以郑捷从小他就是会觉得求学很累，因为他就越区就读，所以他从小就要去就是要坐很远的车才能到学校。所以像郑捷很不一样，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就开始计划杀人了，然后他对于他的杀人的行为也不会后悔，所以郑捷他的一个过程当中跟他从小成长历程有关，是因为他的父母从来都不了解他。OK， 那我遇到悲啊，我出来供他教育失败，他觉得六次要跟人家道歉。这样子，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就父母亲难免了。你看郑捷的父母亲那时候是跪下来，对不对？那我是觉得是说，这个小朋友哈，他20岁了，他是成人了，这样。那另外的话，有没有刚刚前面那个，我在就崔文老师刚刚讲到郑捷那个问题的话，其实我昨天花了一整天在看这个所谓大众运输工具的所谓的无差别杀人或者是伤人案。我找到了吴起，那吴起的话，除了1995年的澳门真理教那个沙林毒气有没有那个状态之外，后来发觉到那个所谓的孤狼式的攻击，它在大众运输工具里面，它的犯案模式是什么？第一个，他就选择这个头后尾下手，因为他后面他不需要有人，然后到时候袭击他，他一定找最后面后面的话有没有？然后他第一个下手是什么？你意思说最后一节车厢，或者是最前面那节车厢？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见警率，像北捷的话有没有？几乎都在后面警察几乎都在后面，他从后面这边那个是一个属于犯罪的模式。那我们做结论，如果是你的话，建议做哪一节？我哪一节都一样，那个是运气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人多的那一节，然后不要做。尽量不要坐那种，大家都会选人少的，一节车厢没有办法通往其他的。还有另外，他第一个下手目标，我看郑捷，好，我看那个什么美国的一个那个说公车啦，他们就是巴士嘛，凶险也是坐最后面一个，然后他下手的第一个目标居然是男性，因为男性年纪不会太大，他不会是老人家，他可能大概先把强壮的先对他要先把他先制服掉，先放倒的时候，他被反击，他才不会被反击或阻挡，他才可以继续杀下去。那这种模式有没有？我不能讲说这个是一定是，因为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是这个样子。好，那另外的话，你们刚刚讲到郑捷那个部分的话，后来法官为什么认为郑捷他没有所谓精神性的问题？因为他在前面已经放倒了，是砍杀了好几个人之后，他曾经砍过一个女性的这个被害人，砍了他很多刀，那个女性被害人有没有突然就很大吼，跟他讲：“你已经砍了我4刀，你还要再砍下去吗？”郑捷愣住了。然后认住了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对他下手，然后就往别的地方去。所以郑捷那个时候的那个所谓的行凶状态，他意思是清晰的。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或者扫描 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请大家继续分享。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秘法，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